我都死力可了。这个没有用啊，死了就算了。不是一枪头。所以我说死了就算了。你这边有人。S12，对啊，我在你后面。那门是开的还是关的？前门啊？哪里？是哪个前门？就我们现在前面那个门啊。后门啊，后门关的。后门、就是、原本就是关着。如果阿兵跑过来，应该会讲。你听在哪里啦？左半边就那个公车站牌那边吧，火车那边。是我在跑，是听到我在跑。对啊，可能是你在跑吧。我啦。啊。那是阿兵在开枪。是阿兵在开枪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已经认出枪声来了。第二支。哦，第二支。还有吗？还好的。敌人现在再找不到我。绿围墙到蓝天敌人，不用过去帮你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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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骂我，都骂我。没有吗？哎、欸，质量师。哎、欸，我问你哦，情报的食物房的门原本就开着还是关着？食物房关着。可是里面的那一道食物房的门是开着的。你确定食物房开着的？对，是开门是开着的，确定吗？确定，我就直接看的啊，我现在就他妈去看你的食物房啊，我在那个，我在外面的那个铁皮屋那边。回答来，来了，军队情报。那我从正门进去哦。就快点进去。OK， 那我先吃止痛药。你看他食物房门。你说这间食物房吗？这间本来就开着的、啊。哦靠腰、啊！我跟你说你这间。不是不是，我说的是这一间，这一间是体房啊。我上二楼。OK。死掉，半只全死。Nice, oh my god！帮我，你可以来帮我补枪啊！这十二个，好，很低啊。嗯，那怎么讲？白甲？肥吗？肥啊，就中，就一般中装而已。不错。你是大烂吗？对啊，我是大烂，二楼是。四九等。看下有没有。我也小烂。大黑也被我打烂。有呀。第六，我跟你后面过小烂哦。OK。我刚跑到光棚而已哦。你点的吗？不是。不是我点的、哦。第六，你到小烂了吗？我在小烂。一楼丢雷，三二轮。你们确定那个人位置吗？打掉 ，OK。打掉。你点吗？啊、你们在点吗？我要把他们白甲全背走。我在点，也是我。我在蓝铁皮。我把 CKF 都打掉，太吵了。嗯？哦，这是不能捡诶，为什么？后怪。bug。64等。我靠！哇，赚、啊、！baby。你那子弹，你穿那么脏，哎、欸，你穿那么烂的。我可以，可以。34等。史蒂克出去基本上不用保，对不对？不一定。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假如你有队友可以帮你那个，哦，确实，可以帮你那个。你也不是说骗宝啊，就是说帮你藏装备了，帮你收尸。yes。OK。我被你那边赔哦。啊，三只。有拿不完。